是豆豆去美国了吗？对，你等于是高一就把他送去，对，是他自己要的吗？他非常坚持要，因为高一我真的我没办法离开我小孩，我也觉得没办法。可是就跟他聊过那么多次，然后他很坚持，然后他爸最后就说：“好啊，如果现在不去，他以后就会念说为什么你们当时没有让我去，去陪他去一个月，对，然后把他送进宿舍隔离。”然后你为什么眼眶有泪水？是因为我在想说，如果是我女儿高一就去的话，对啊，他隔离的时候我们在外面等他，然后一直到我们真正要离开那一天，还带他去吃个这个中式的点心，然后送到门口宿舍门口还。大家本来有说有笑，然后他就突然这样转过来就看弟弟，就弟弟少打电动，不要一直喝甜的、哦，你答应我。然后他的眼泪就已经这样，然后我跟他爸就这样，然后我说那我能，我想搞气氛。他说你回去好好工作赚钱。我说是，我说爸爸也一样。然后说好，然后就上去之后我们就上车了嘛。然后我就想要讲什么来缓和气氛、嗯，我就往驾驶座一看，我老公，然后我就想好好看弟弟看，弟弟就想不到，因为他常跟姐斗嘴嘛，嗯、他是戴着耳机，然后看着窗外，这样，然后我就想，李人已经眼就是眼泪狂喷了，狂喷，然后憋住一直在颤抖，是不是？对，然后握着方向盘一直这样。然后我就这样看，我这样哎不对了，我想说跟女儿视讯好了，我说彼此安慰一下。那女儿不接我电话，然后就后来她说怎么了，我就传简讯，我说爸爸跟弟弟都在哭，你觉得怎么办？她就说妈妈，那你就听那个 Twice 的 Cheer Up， 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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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我说好 Cheer Up， 就是请大家开心，对，开心起来。然后我就一放，噔噔噔噔噔，然后李玉仁就。豆豆最爱听的歌，现在他不在啊。然后我就在那歌声中听到他没有喊出来，我想说现在是怎样的。然后真正恐怖的就是告别了我们的朋友，我们去拿行李，要去机场了，也就是真正要离开了。艺人就来了，他有台词的，他就哭，狂哭，然后就我不要离开我的女儿。儿这个智障还在那，这样，然后我就这样，我本来要哭呢，哎，我都插不到缝，然后就，所以你都没有流泪吗？有，我当然有哭，可是你觉得你没有机会再对我们台词，然后那个后面小孩说我要找姐姐，我现在就要去找姐姐，然后就你知道天蝎座没有舞台，就很寂寞的一直抽卫生纸说好了，别再哭了，好了，别再哭了这样，所以最后呢真的很惨烈，真的很惨烈。你老公怎么那么幽默啦？他很爱哭。你喜欢我的吗，桃姐？因为很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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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前，他们搬到山上之后呢，然后我不知道他请过你啊？他邀请过我和我老公去他们家，就是一起吃饭喝酒，然后就没了。一直到现在，大概已经隔了十年吧。不是不是，后来还有一次在那个孙女是不是还是谁的生日，我们有碰过。然后是哪？我真好，我应该讲。我那时候觉得奇怪，为什么贾静雯一直陪你去？然后他们就你有喜欢贾静雯吗？我跟你说，他会一直说桃姐，我可以去吗？明天我说哦来啊，我自己很爱去你哦，很贱啊。但是我那时候很感动，是我刚到山上的时候其实很小，真的非常小，那个大概地堡车位都不到。那我记得一个哪有那么夸张，很小，然后我有一锅麻辣锅，对对对对，然后你还让应该是 Ellie 嘛，挂在身上，你死要喝那个麻辣汤，然后就等一下妈要喝汤这样，然后我就觉得他很真实这样，何关你常来，欢迎常来。